鱼仔收来收去，边仔阁有青翠的植物，看起来是真舒适的作景。不过徛较远看，都知影代志无遐尼简单。九位的共生就是鱼也过得好，菜过得好。这个集合铁工、水电工、水处理、水质、养殖、鱼缸，打水上来直接做循环，让这些植物存活。土卡这个水管就是这套系统重要的一部分。几百个植物看起来色彩袂歹，但是真正慢来吃看麦，才知道其中的问题。蔬菜是人人吃到，咱知影要爱伊的味，结果做起来味拢无同款，种起来味拢无同。出来的是味道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菜种出来的有的是苦的，有的是酸的。啊，问一下那个专家，他们是说营养素的问题。蔬菜的养分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给鱼控制，所以说还是在实验阶段，这个蔬菜这边。经管植物在鱼仔提供营养的状况之下，生长无问题。但是人要吃的蔬菜，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。因为有理想，就算有问题，也要继续落去。因为阮这是自然休闲教育园区，所以讲这会陆陆续续，咱后壁阁有一套真正足大套的一套鱼菜共生的设备出来，拢会达到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我是感觉可以推广啦吼，因为咱观众吼。一个农业的所在啦吼，也咱蔬菜吼，即马来一定爱推广这个无毒的吼。无害保特瓶、水管加上一挂设备，都是因为鱼菜共生的系统，因个实验正咧扩大当中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讨论学习，嘛为农业找新的出路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